参加救援队是有风险的，可能有生命危险。我觉得我可以死在最美的风景里面，死在我最向往的地方，但是我不想死在人手上。我曾经失去过一切，我曾经是活到地板上的人。画画也是一个缤纷的世界，你可以去填写你希望的世界的样子。我觉得重庆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城市，它有一种魔力，就是一直吸引我。帮助别人，尤其是在别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你能够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特别酷的。我们不是英雄，我们就是普通人，只是我们自己愿意做这个事。英雄不一定要成为英雄，你只要问心无愧，认真的做事做人，这就够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国呢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我们看到的是千姿百态、包罗万象的风景。当然，也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风景，组成了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画面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让我们共同欣赏最美中国沙画表演，有请。